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，星期四，两市呢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，上证指数涨幅1.5%，深成指数3%，创业板指数5%，这创业板指数啊，5%的单是大阳线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前些天我们说啊，我说这个担心测底啊，就到了再用，它有的指数都不到，到了再用啊，这点一定要切记，我们已经反复讲过，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，因为我们的标的呢是上证指数。上证指数目前来讲呢，两个趋势线之下没有结构，毫无疑问是吧？根本没有任何买入的理由。急跌之后呢，从急跌到缓跌是要有一个反弹的，目前这个反弹的级别还是不够。急跌、反弹、缓跌，只有出现这样的走势，注意啊，我画的这个走势才能够出结构。不出结构，趋势线之下呢就没有买入原因，不符合买入。你说有没有这种就是不形成结构就直接上去的？有，注意啊，结构它只是大概率。那它出现不形成结构，我就尖底下去，然后再尖顶上来，就是急跌下去，然后再急跌上来，形成尖底，这种情况也有。但问题是，没有办法去把握这样的情况。我们说规则实际上就是降低操作范围嘛。你不是要什么时候都要操作的，降低操作范围嘛，降低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符合规则的范围内，就把这个操作的范围缩窄，排除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东西。所以现在来讲呢，就是说我们昨天也说啊，今天上午低点，反正今天上午卖出的，对吧？昨天下午也想卖的，我也说，我说今天上午低点，你昨天下午也没必要卖了嘛。急跌到缓跌是应该有一个反弹的过程的，这个反弹的过程不能太小，请看下一张图啊，还有这张图，60分钟线，咱们说是不是得最低得60分钟啊？如果价格距离趋势比较远，60分钟可能级别还不够。然后呢，你看那个序列啊，60分钟序列是4。90分钟序列是3，90分钟序列是3，120分钟序列是1，日线序列是低4，那代表了你说反弹高点是不是判断不出来啊？那么有人说那30分钟序列9了，注意啊，这有一个30分钟的序列9，这个仍然无法判断高点。虽然说它是刺激阴线波的9，因为我们说这个反弹是为了构筑结构所形成的反弹，这里边是没有红角线的，看啊，这一直都是六十分钟，一直都是绿角线 ，DF 值是负值。假如说30分钟这个高九，98.47分，这个30分钟的高九是有效的。从明天开始出现下跌，假如说这30分钟的高九是有效的，那么这个绿角线会再次放大，而不出现红角线。不出现红角线的话，就不会有60分钟线的底部钝化，没有钝化就没有结构。所以呢，按结构形成的这个反弹来讲，这个30分钟的高九应该是无效的，能理解的打一，即代表了继续反弹的概率大，但是仍然判断是反弹，好不好？继续反弹的概率大，但仍然判断是反弹。现在目前来讲呢，就是说它就算形成了这个60分钟的底部钝化，当60分钟结构形成的时候，我认为呢，就价格到趋势的距离也会比较远，就60分钟的有效性相对来讲还是低，这个将来再说。因此呢，就是说短期之内呢是别抱有太大希望。这是我们昨天也讲到啊，急跌缓跌中间得有一个反弹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反弹的话，这个绿角线就会一直持续下去，这中间没有反弹，就没有红角线把两个绿角线的峰值给间隔开来，大家想想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反弹的话，这中间没有红角线，没有红角线它就是一个绿角线峰值，它不能间隔成两个绿角线峰值，就没有对比，没有对比就不会形成结构嘛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，是吧？所以必须得有反弹，我昨天也说必须得有反弹，好吧？这反弹的级别还是不够，但是呢，有些反弹它不是说以空间为主，它有可能在这横着，能理解吧？这样的反弹，有可能在这横着。然后呢，当速度下降的时候，有结构的时候，它才会出现买点呀。有些时候你比方说这个地方不反弹它继续下跌，对不起，对我们来讲没帮助。为什么？它继续下跌，绿角线再继续放大，还得等一个反弹，你还不如在这儿反弹了呢，是不是？大家想想是不是？如果在这个地方继续下跌，你还得等一个反弹，跌完了之后还得等一个反弹，反弹之后还得再下，你说那烦不烦？你烦不烦？是不是？所以还不如在这儿反弹了呢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呢？如果下跌一个急速下跌过程中不反弹，是永远不会形成结构的，你就放100个心，它永远都不会形成结构，它必须得有反弹才能有结构。所以对这个图中的这个反弹来讲呢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你接受你也得接受，不接受也得接受，对吧？你没有反弹的话怎么出结构呢？但是一涨你就认为市场筑底了，然后就反转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想的多余了。因为假设啊，一涨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筑底了，它是没有结构的，对吧？它如果在这个地方一直涨上去了，对不起，它是没有结构的，没有结构的尖底无法操作，你只能将来再突破趋势再追回来，除非你愿意这样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就绝大多数呢都是说下跌了之后呢，希望能有一个底部结构
逢低买回，对吧？不愿意高位趋势突破的时候再追回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认为是的打一。好，所以从急跌到缓跌的这个过程中间是需要有一个反弹的，我倒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就反弹。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反弹的话，这个反弹的级别是不够的，我觉得三天左右的反弹吧，就是下周一，就是周五周一三天左右的反弹，这个反弹的红小线才会比较长。我再把张图，再把这张图这个给大家上一下啊。好，请看图啊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红小线要长一点，往上走一点，往上走一点，哎，差不多这样。然后，比方说震荡到第三天，然后再向下，速度一定要比第一波的这种，这个接近70度角的这个下跌要弱，它就会形成结构，就会形成钝化，价格创下趋势的指标不创新低，在这个位置，对比前面的低点形成底部钝化，然后筑底成功，就是在这个往上一走，下面结构就形成，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？我画了一个图，画的已经相当，这个按照结构的角度来讲是相当符合结构的标准的。所以我这个算时间呢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直接筑底的可能性是有的，但问题是直接筑底对我们没有好处，因为我们的方法当中没有对尖底的应对方案，我们现在没有，过去没有，未来也没有。那么很多学员就会问，老师为什么会没有？我想起来李雪琴的那个，你们知道李雪琴吗？我们辽宁的，铁岭的，脱口秀演员是吧？他说，那个网友问，你真的是北大的吗？李雪琴是北大毕业的啊，你真的是北大的吗？就你这样的还是北大的呢？李雪琴就说，但凡我能长得再好看一点，我都考不上北大。这第一个梗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当你问你真的是北大的时候，他就问烦了嘛。他说我们家这个花钱进来的，进的北大，然后呢他就问网友就开始问下一个问题，按照这个逻辑啊，你爸是干啥的？然后李雪琴就说，我爸批发西北风的，你家是风力发电厂的呀，你家有风电厂啊，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逻辑就越解释越乱，能理解吧？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解释这个逻辑呢是什么呢？尖底是没有办法把握的，就会有学员问老师，尖底为什么不能把握？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把握尖底的逻辑？对吧？这就是跟李雪琴的逻辑一样。我说花钱进来的，你就会问你爸干啥的？你说你爸是干逗的是批发西北风的，他就说是风力发电厂。我说他尖底是不能把握的，原因是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从急跌到缓跌的一个速度的衰退，速度的衰退就不可能在速度的急速处买入。一个是衰退的买入，一个是急速的，它的两个方向就是结构和尖底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。我不能告诉你这样做对，然后完全相反的方向也是对的，就它俩逻辑上就是完全冲突。所以有时候避免麻烦，避免有些人他其实就是是吧？我跟他说尖底不能做，尖底不在我们的方法之内，他就跟我说，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尖底的方法？我说这个逻辑上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两个完全是相反的啊，完全是相反。所以呢，假如它是尖底，我觉得绝大多数学员是不会喜欢的，因为你于规则的角度来讲，尖底没有办法把握，你只能突破趋势的时候再追回。但是假如有一天它是走出这种走势的，那对不起，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我知道你们绝大多数不会喜欢，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，突破趋势我还是会让买回，能理解了不？好吧，继续往下讲啊。创业板指数，创业板指数呢，今天又有人说它是永远的神，开了挂似的，是吧？创业板指数，你看这个120分钟线，这结构都能折磨死人，顶部结构，顶部结构，顶部结构。顶部结构，顶部结构，这如果再创新高，夸又来一结构。葫芦娃当年是几个呀？120分钟五个结构啊，五个了。葫芦娃也就7个吧，眼串跟葡萄似的。八个葫芦娃，好吧。葫芦娃是几个？7个嘛，怎么8个葫芦娃呢？一个藤上7个瓜吗？那歌你忘了？好吧，越往后的越厉害是吧？这个呢跟结构差不多，越往后的结构就越厉害。但是谁也不曾想，它120分钟直接5个了呀，5个结构了呀，是吧？但是最后一次结构形成的是在这儿啊，钝化也没有消失，结构也没有失效，反弹的强烈了一点，你就由它去呗，你别多想就完了啊。我们很多时候它其实不是由于你照顾不周，想的不周到，而是想的有点太周到了，太多了，太复杂了。我记得哪部电影说了，你能用1秒钟想明白的事儿，有些人用一个月一年也想不明白。我忘了哪个电影，教父还是什么，我忘了啊，好吧。所以现在我仍然维持这个观点啊，从目前来看呢，形成结构这个怎么也得到下周的下半周了啊，下周的下半周了。明天周一，之前是这个很难形成结构，就不会形成结构了，不是很难，是不会形成结构的。然后呢，重点还是观察结构的形成。如果结构不形成，它尖底也好，从这上去也好，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，能理解了吧？因为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。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有问题可以问啊。是不是今年以来都是下跌周期？分指数吧。你说上证50来讲呢，今年春节以来是，对吧？春节以来是，
你要说创业板指数呢，你说今年是不是下降周期啊？这分指数吧，今年我们都没有形成结构，这次也够呛吧，这个逻辑刚好相反。如果前面有好几次都快形成结构的时候不形成，那么下一次距离结构形成的概率是越来越大，而不是越来越小。这个是大数原理。就比方说我翻硬币，前三次我都翻的是背面反面，第四次其实是正面的概率大，你能理解不？你不能说前三次我翻都翻的背面，第四次所以是背面，这啥逻辑啊？不符合大数定律啊。老徐，既然结构抄底有不对的时候，不对就出来，那么尖底利用九转抄底不对也出来不行吗？稍等，不行，序列有时候特别多，就我们就别的不说，就拿这一波下跌，就前两天这个下跌，大家看一下啊，60分钟有没有结构？你自己看一下，就上证指数，先从30分钟看起，30分钟有没有结构？下跌的过程中，一开始刚跌那会儿就咔来个低九，买进去卖出，然后60分钟低九，看到没有？也是下跌中期，然后90分钟低九还算可以，但是呢，在第11的时候创新低了，你纠错到最低点90分钟，大家就看啊，上证指数30分钟、60分钟、90分钟全错，这三次全错，那么好了。你等120分钟，120分钟又在九，又在高位，八也在高位。如果你用九转序列来抄这个底，你能痛苦的，你试试就明白了。你说行不行啊？当你看完这30分钟、60分钟、90分钟，就这一波下跌，我没说，我还没说前面呢，你试一试你就明白了。而且序列特别多，各个周期加在一起序列特别多，对吧？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都推荐大家是序列结合的结构用啊。刺激逆向波的序列倒是可以单独使用，但是也要分情况。你像这种情况呢，我刚才说的逻辑呢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三十分钟是有效的，那么结构一定是无效的，就它俩是相违背的嘛。三十分钟有效，明天就得下跌了呀。明天下跌的话，绿角线不出现，它就又出红角，又出红角线不出现，它又出绿角线了。又出绿角线，它就算有这个小级别的动画，它级别也小。所以，假如说能够在这横个一两天，这个红角线就让它放得大一点，再出结构，它的结构的级别就大了。所以，三十分钟如果是有效的，动画就没有；三十分钟动画如果是有，三十分钟就无效。你说这个东西，下周周体还买超跌大盘股吗？我们从来就没有建议大家只买大盘股。我的天哪！一直说的是综合均衡平衡配置，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上证50穿轴，这个周的周五就明天啊，明天大概率是穿轴的。如果趋势上反复出现结构，而且结构离趋势很近，要反复按结构操作吗？如果趋势附近出现结构，那绝对是好事，我告诉你，那绝对是好事。我们怕的是趋势附近不出结构，我们反复按趋势做，你知道不？如果反复按结构做，那啥事都没有。用你那聪明的小脑瓜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趋势附近我们怕的是没有结构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啊？然后得反复按趋势做，下穿趋势卖出，突破趋势买入，左右挨打吗？趋势附近如果有结构那还高兴死了。所以你那小脑瓜怎么长的，怎么想的？有结构是好的啊，在震荡的过程中有结构绝对是好的，但有些时候就没有结构，你也不能变出个结构来，是吧？硬生生变出个结构来没有意义啊。今天还要补课吗？是的，热钱都在新能源新胖，你想追热点是吧？行，追吧，回头看看你追的效果怎么样。康波周期明年6月份如果不来，是不是没有机会了？永远逃不掉的经济周期。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，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周期还在。这句话我原来说过好多次了，就是它会超过我们的寿命，它会超过股市的寿命。股市才几百年，周期那就至少存在，周期得存在多少？地球有那天就有周期了，地球有那天就有周期了。我们从来就没有说明年6月份来，我们说的是有可能到明年6月份结束，你这怎么想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说明年6月份来了？还没来呢就结束了吗？有些时候啊，我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，康波周期分为扩张期和收缩期，扩张期不一定涨，但是呢它不跌，上涨或震荡；收缩期不一定跌，但一定不涨，震荡或下跌，说过吧？这跟周期没有关系，也说不是说扩张期就一定会上涨，但是呢它不跌它也属于这个扩张期。我说过这个事儿吗？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这个关于扩张期和收缩期这个事儿，简直要把老师气晕。都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。现在算不上收缩期，这才调整哪到哪儿啊，是吧？这要是收缩期的话，碰到调整周期，你看它跌到啥样。上升途中的调整依旧判断上升途中的调整，我们就没变过。上升途中的调整，上升途中的调整，我得说多少遍你才能记得啊？上升途中的调整，你记不记得住？调整两周，下周末，上周末的时候两周，我说结论的时候都是有始有终的，而且不轻易改变。大家想想对不对？我唯一改变的就是原来我说我判断24天的调整，现在我改成12天，我改成两周，就是这个地方改变，是因为原来的日线结构没了，现在出现的是12天的结构，120分钟的结构。我每次改变的时候呢，改变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，我轻易得出结论的时候是不轻易改变的，淡定，淡定。
就是这些天吧，我们就先看调整周期，好不好？下周的下半周，然后我们再说。如果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就是往上走，这里没有底部结构，你也动不得，按规则你就是不能动，你说它往上走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那突破趋势我估计怎么也得下周的下半周了，所以说下周的下半周之前你可以旅游去，你可以玩去，你可以干嘛，你可以不看股票的呀，看完股票你还闹心，你还控制不了自己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咔咔咔咔的是吧，影响自己，影响别人的，没必要嘛。我有时候就说，我说这个会做交易的不累，累的人不会，那天天给自己弄那么累干嘛呀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，还不如学学李雪琴他爸呢，倒腾点西北方卖。交易需要一定的交易的定力，耐心点吧，其实也没用。16:09，再回答两个问题。老师，请说说上证的浪形。ABC， 好吧，现在是 C。ABC 怎么划分？春节那波是 A， 现在是 C。春节那波 A， 这现在是 C， 好划不好划分不 ？C 浪的起点是6月2号，单一测底的点是吧？单一测底我们得出来是3250吧。3250左右吧。 IF 效率值高于 IC 了，效率值注意啊，效率值单纯的就是从贴水的角度来讲，今天贴水的放大啊，昨天贴水的降低，但今天的贴水的放大，它不是说每天都在降低，它有的时候是降低的，有的时候是放大的。我今天看了，就是说12月份的贴水呢，效率值仍然是 IC 高， IC 差不多200多个点， IF 才100个点，所以这个你看100个点它每个点300块钱嘛，200个点它每个点200块钱嘛，就是1乘以3小于2乘以2嘛，就是数学问题，是小学数学问题是吧。所以上证指数呢 ABC， 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上证50，上证50穿轴这周就穿轴了，那么但是周线是第7，所以呢这个下周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下跌过程中，而不是说，但是呢从下周结束之后跟我们判断的这个两周的时间很吻合，你们能理解吧，也代表了这个下周走完之后上证50就可能没有下跌周期了，好吧，上证50对应的大盘股呢可能也就没有下跌周期了，这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啊。夜半私语还有谁？如果你不能得出结论的话，就不要说话，好不好？咱们商量商量。就是我得出结论，它是有一系列推理过程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推理过程或推理能力，你也不能得出结论的话，你就别说话，你就看着不好吗？星空雷达很久没有讲了，现在用不上啊。行了，不多讲了，16:16。我们今天呢还是补了一下周三的缺的课，所以呢多讲了15分钟。我们昨天多讲了15分钟，这课呢也算给大家补回来了。未来呢，就是下周的下半周之前呢，我认为可操作性是不大的。可操作性不大呢，就是说我们就盘中呢，包括我这个盘中呢也不是那么十分专注啊，就有点溜号，但是呢我就希望呢，就是这个不管行情怎么波动，它可操作性不大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少说话，尽量不要把那个负面的情绪啊，就像这个抖包袱一样抖出来，好不好？咱们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过了一周，等到下周的时候咱们再说，下周的下半周的时候咱们再说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咱们明天再见。